洗我胸襟，河山飘我影中，云彩挥去，月亮不去，赢得一身清风。尘沾不上心家，情牵不到此心中，来不安去也惬意，人生又说苦痛，聚散匆匆莫牵挂，未记风就让浮名轻抛掩，千山我独行，不必相送。啊，有烟啊！有烟嘅地方即系有水啦。系啦，咪住，我哋唔去得。嗰度有水饮喎。系啫，有水，但系嗰度有大刀喎。入去嘅人冇一个话唔使挨几刀噶。嗰度系，嗰度啊系半天飞嘅黑店。咁我哋点啊？我哋唔去咧，就有一次生机。如果我哋去咧，连一线生机都冇啊！照咁睇，半天飞真系几得人惊噶喎！乜连你坐留香都惊？小心驶得万年船。我谂我哋隐藏身份好啲啫。你想易容啊？易容又唔使啊！不如就当我哋系一点红嘅囚犯啦。我哋而家似唔似囚犯啊？唔似囚犯嘅人，往往先至会系囚犯啊！仲有半壶水喎，送埋俾你哋啦。水啊！水啊！真系水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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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水都唔要啦。你唔见半天客栈嗰度有炊烟咩？有炊烟嘅地方就必然有水噶啦。自然有水嘛，快定嚟走，开啊！呢度有二十两，唔够。呢度有160两，够未啊？乜你想买160两银嘅水咩？等，老银，老银。攞162银嘅水出嚟，多谢，多谢。冇水嘅。饮嗰滴系咩嚟噶？162，买一滴。买啦买，买得大嘅，买得大赢得大啊！咁你哋唔可以抢。系啊。我哋呢度做生意系好均真嘅。你攞162银买羊肉，就可以买到160滴。但系买水呢，只可以买到一滴嘅啫。
唔啱你攞多160两银出嚟，我再买多滴水俾你啊！我冇晒银两，冇。你呢个人都值得162银嘅。去！估唔到你都有翻两道散手嘅噃，有两道散手嘅人喺外边。你嚟呢度做咩？你呢度系咪客栈？系啊。如果呢度系客栈，我哋嚟唔系休息，唔通嚟打交啊？攞啲茶嚟啊！客官，我哋呢度一向嘅习惯系先俾钱后交货。你要饮茶？我冇钱。老颜，呢位客官既然想饮茶，你就斟俾佢先。你仲喐手？停手！你哋真系要我喐手？如果我出手，呢把剑一定要见血，见血就要死。朋友，你好嘢，你唔使再讲耐啦，赞唔赞得一样嘅啫。好。嗱，你而家知道半边客栈唔系一带任你自出自入嘅地方啦。大爷，大爷饶命啊！呢件事同我哋无关噶，真系无关。大爷，大爷，佢要捉我哋翻中原啊！我哋真系唔想死噶，救救我哋！哦，估唔到一点红除咗杀人之外，仲做埋私人捕快添啊！只要有人出得起钱，我可以杀人。亦可以捉人。大爷，大爷，大爷，你用箭射佢好啦，唔好射我哋。大爷，大爷，大爷，你嚟救我哋，我出重金酬谢你。你讲嘅说话系咪真嘅？真真真，我点敢呃大爷你啊？谅你哋都唔敢。好啦，你哋拉埋喺一边先啦。一点红，呢两个人而家系我保护嘅喎。我一点红捉嘅人，冇人可以保护得到。一点红果然系大口气啊！二哥，二哥，大哥，乜你就系半天风啦咩？你既然知道呢有个半天风，你而家分明就捣乱。你咁嘅功夫，点配做杀手啊？不如翻做斩柴佬把啦。咁嘅功夫唔配。點先至配啊？嚇！殺人不見血，中原一點紅。我要飲茶。我唔知道中原一點紅大俠你大駕光臨，有得罪嘅地方，請你多多原諒。我要飲茶。人嚟，系仲唔斟茶俾一点红大侠？系。
呢一杯茶唔得，換個杯茶嚟。一點紅興，你要點樣嘅茶先認為飲得咧？唔臭嘅茶咪飲得咯。你一啖都未飲過，又點知道係臭啊？因為佢一手係臭嘅。冇錯，佢對手係臭嘅。呢二十年嚟，我從來都冇親手斟茶奉客嘅，咁我呢對手唔臭啦。原來你就係半天飛，喺呢二十年嚟，你揾埋咁多污糟錢，你一手仲臭啊！哼，一點紅，我咁低聲下氣，你都唔領情，試先。半天飛，你啲箭手係盲嘅喎，我坐喺度喐都唔喐，連條頭髮都射我唔到喎。是你哋，你哋點解去幫佢？俾我一點紅足嘅人係覺得好榮幸嘅，佢哋唔幫我，幫邊個？你係邊個？連一點紅你都敢得罪，你一定係活得唔耐煩。既然係咁，就等我成全你啦。好功夫啊！我的功夫未有乃及得一点红，至低限度我就学不到他的绝技，杀人不见血，剑下一点红啦。你一早就知道我是一点红啦。我是奉命嚟同你联络的，我亦都是奉命要带你去一笪地方。好啊，咁我哋行啦。你唔问下带你哋去边一度，同埋见咩人咩？我迟早会知道，又使乜问啦？佢哋两个系边个？系人哋托我捉嘅贼仔。诶？你唔舍得杀佢哋啊？哼！我收咗人嘅钱，系捉佢，唔系杀佢。行啊！你剛才殺半天飛的劍法很快，真是奇。有什麼奇？通常善用劍的人不輕易讚第二個出劍快。那你就錯了，只有善用劍的人才懂得欣賞快劍。你到底是不是一點紅？想不到一點紅都會跟陌生人說那麼多說話。请他不带我们进去，这个分明是陷阱。陷阱就是人报的，既然有人报灯，就一定可以有人破的。我哋中计啦！我哋分神顾住啲暗器，忘记咗顾住入口通道。喂，通道封咗添。呢度咁冻噶？以我哋嘅功力，我谂暂时都可以支持一阵。冇錯啦，我同你哋計過，機兵雁同一點紅就可以支持到三個時辰，而楚留香你就可以支持到四至五個時辰。你又點知道我係楚留香啊？稻穗飄香，如果我連你嘅香味都聞唔出，咁我個鼻一定有問題。既然你知道我是楚留香，而我又见过一点红，咁唔使讲，你嘅阴谋已经被识穿咗咧。
我哋嘅计划根本就预备你哋识穿嘅。如果楚留香唔发现有阴谋，又点会追查落去？哦呵，估唔到喺天下间，竟然有人咁关心我楚某，而我楚某嘅性格都研究得一清二楚吓。关心你嘅人，又点会想你冻死啊？吴光生，哎，台妃，我哋刘邦在外，仲讲咩公然礼节呢？皇上嚟，点解唔通传一声？皇上嚟呢度，唔知有咩事呢？哦，你哋翻出去先。台妃，我今次嚟。是想同你商量有关极乐之星的事。极乐之星？极乐之星是刘兰阁的大秘密，皇上你从来都没跟我提起过的。外妃，千祈不要怪我，极乐之星事关重大，而且皇上你放心啦，我知道极乐之星对本阁咁重要，你不轻易对人讲，自然有你的理由的。我啱啱收到石观音嘅飞箭传书，佢讲啲乜嘢啊？佢要我用500万两嚟交换，又话佢手上嗰粒极乐之星系假嘅。其实嗰粒系真嘅，只不过佢唔知道其中嘅秘密，咁所以佢咪要我用500万两嚟交换咯。咁皇上你会点做啊？我当然要同佢交换啦，只不过乜嘢咧，皇上？你交换极乐之星呢个责任非常重大嘅，我想请个人帮手。系边个？胡铁花。咁好啊，胡大侠佢武功高强，一定可以负呢个重任。只可惜大公主嘅死，我同佢……哦，我明白皇上你嘅意思啦，你一定系叫我帮你手说服胡大侠咧。外妃，如果你肯开口，相信佢唔会推迟。楚留香，我已经有少少支持唔住啦。我都系啊，冇理由坐喺度等死嘅。咁你哋谂住点？呢个冰宫呢度有破绽。你话对面条裂痕有破绽？你都睇到咩？你睇到嘅嘢，我点解睇唔到啊？唔好再斗气啦！我有个谂法，合三人之力，将嗰条裂痕扩大，成为一个通道。冇错啦！你谂到嘅嘢，我实谂得到嘅。嗯。中计啊！头先我哋已经虚耗咗体力，而家点可以同我哋硬碰硬？好，好。
度亂得多啦。嗯。佢哋唔會追過嚟。點解咧？佢哋喺咁凍嘅地方生活，唔習慣呢邊噶嘛。唔怪之一兵工，佢哋越打越勇啦。嗯。你點諗到我哋嘅出口嘅？我見成個兵工得一笪地方有水啊。有水滴出嚟，講明嗰度啲冰塊比較薄，容易撞得穿。嗯。既然我哋冇把握由嗰個缺口撞出去啦，就唯有用聲東擊西嘅方法試下第二度啦。稻穗你真係諗得到。不過依家又係你動腦筋嘅時間。哦。既然有咁多道門，我哋逐道試下啦。呢度啊。看來我們似乎已經找錯地方了。你們沒有找錯道，第一個門口即是第二個，第二個門口也即是第一個，無論你們選哪一個門口都好，你們都會進來這裡人間煉獄的。即是我們一直都沒有走出去。楚留香就算是機智過人，都未必鬥得贏我師父。暴冷暴熱，真係唔係好多人可以抵受得住。一個武功再高嘅人，俾天然環境嚟到捉弄，亦都會變成廢人，連楚留香都唔例外。嘿，你哋話楚留香去咗邊啫？成日啦，一啲聲氣都冇嘅。我哋應承咗人噶嘛，三日之內就要交出個兇手噶嘛，到時交唔出，我要俾人殺頭噶。胡大哥啊，咁不如等我哋去揾佢啊。你哋去揾佢？嗯。係，你哋唔好講笑啦。莫講話撞到比嗰只馬騮高十倍武功嘅人啦，就算撞到比佢低十倍武功嘅人啦，你都唔係對手啦。哈！你咁睇小我哋，你梗係未試我哋啲厲害啦。哎，黑姑娘，睇下邊個先啦。入嚟啊！驸马爷，我哋王妃想见你啊！王妃，残病之身不能下床迎接，望公子恕罪啊！唔紧要，唔紧要。前晚的事真是令人遺憾。王妃叫在下嚟，就是想讲前晚的事。哎，公子你太多疑了。是你们多疑，不是我。我们都知道怪错了公子你，希望你原谅。你们卒之发现大公主不是我杀的了吗？人自然不是公子殺啦。如果公子真的殺了人的話，還怎會留在這裡啊？公子要走，又有哪個攔得住？公子為什麼不出聲？啊？一個人被人冤枉的時候，有人明白佢，你话佢几开心啊？乜你唔嬲啦咩？得到好似王妃咁嘅知己，我仲点会嬲啊？前次今日请公子嚟，系有一件事要公子帮忙嘅。
王妃有咩事，即管讲。多谢公子。皇上对我讲过，话石观音约定佢听日用500万两嚟交换极乐之星。王妃嘅意思系想我同你换呢粒极乐之星啊？我一家大小流离在外，众叛亲离。王妃放心，我一定帮你换佢翻嚟。公子小心啊！前次仲有一件事想公子你帮忙嘅。咩事呢？就是关于极乐之星的秘密。王妃你不知道她秘密的咩？我和王爷夫妻多年，彼此相敬如宾，但是就只有这件事她坚决不肯对我说。我知道极乐之星是关乎本国的安危，所以贱妾想打听其中的秘密。既然王爷连你都不肯讲，咁点会对我讲啊？如果你同王爷换翻粒极乐之星翻嚟，佢对你嘅印象就大为改变啦。到时王爷将呢个秘密讲俾公子知，公子又唔知会唔会讲俾贱妾知呢？吓，啊会，一定会噶。如果王爷要你保守秘密呢？但是我答应王妃在先嘛。哎，我们走了多少里啊？有没有成50里的了。哦，王妃说过，她说西行50里自然有人跟我们交换的了。来，在这等。哦，你哋有水啊？哎，呢啲系大丸葡萄酒嚟噶。哦，你饮啲啊喂。咁唔客气喎。哎呀，你都饮啲啦。剩翻咁少啊，我哋三个人都唔够分嘅，不如你饮埋佢啦。咁啊系，咁系，唔好意思噃。哎呀，哎，好酒。好酒，可惜系太少，而且淡啲。胡大爷，啲酒唔算淡噶啦，起码可以饮醉你噶啦。哦，我饮烈酒都唔会醉啦，醉你唔死都差唔多啦。啊？我又唔信啲咁淡嘅酒会醉死我啊！哈，要点样你先信我未醉啊？如果你冇醉嘅，打个关斗俾我哋睇下。哦。我仲以为你哋叫我做乜嘢添？哎，哎呀，唔醉啊，点会连关斗都打唔到啊？你哋，我嚟灌醉咗你，酒入边有药嘅，一早饮咗之后，全身都冇晒你嘅药，你要过三个时辰之后，先至可以恢复体力。吓，你哋。我哋做城西侍卫都揾唔到咁多银两，你笑咩啊？哼，估唔到我一生中意饮酒，今次俾酒累死添。你喺临死之前都仲咁好笑？楚留香曾经讲过，佢话人一出世就系喊，笑嘅机会反为少。而家既然我要死啦。仲唔乘機笑多幾聲咩？呢啲嘢係你哋配得到嘅咩？我哋唔係想。你哋點瞞得過我啊？你係石觀音。係又好，唔係又好。總之今日如果冇我，你胡鐵花就會身首異處。鼎鼎大名的胡铁花竟然冇用成咁，真系令人失望。
点解要杀佢哋？你唔知咩？我唔杀佢哋，佢哋就会杀咗你。一个死人又点可以将极乐之星带翻去啊？嗱，姑娘，你既然攞咗银两，我而家又唔喐得，你大可以连呢只极乐之星都唔俾我啊！呢粒所谓极乐之星只不过系一粒普通嘅宝石，我都唔明白点解仲有人肯用500万两嚟换佢。咗面噶啦喎，咁点解又会留低呢啲嘢咧？既然佢哋会咗面，天下间仲有咩人值得佢哋惊嘅？边个？胡大哥，你哋做咩？王妃话胡大哥虽然武功盖世，但有阵时都会走后胡涂，所以叫我跟埋嚟睇可唔可以帮手噶。咩话？佢胡大哥，你唔好咁劳气啦。句说话又唔系我讲嘅。如果你要发恶，翻去揾讲呢句说话嘅人发啦。哼！不过我谂你见到佢嗰阵啊，就连咩说话都讲唔出啦，嗬。你知唔知你个样几得人中意？衰就衰在一开口就得罪人呢。至多我以后见亲你，我都唔出声啦。你可唔可以揾次炸低衣氹下我，温温柔柔咁喺我身边弹下琵琶噶？弹琵琶，如果冇知音欣赏，弹嚟都冇乜位啊。我仲唔算系你知音，我几乎同你。你知道咗王爷呃我之后，除咗觉得好玩之外，有冇觉得可惜啊？你真系对我一啲感情都冇？我唔系唔喜欢你啊！不过你更加喜欢楚留香。你知道？我怎会不知道？天下间的每一个女仔都是首先揀楚留香，然后先轮到我。你妒忌她啊？我没妒忌她。楚留香是楚留香，蝴蝶花只不过是蝴蝶花。如果我妒忌她，就唔会成日叫佢做死楚留香，而且我仲揾紧佢添。谂落佢哋可能有危险噃。如果唔系，点会留低呢啲嘢？希望我哋发现呢？你讲咩啫？揾楚留香。我又去。使唔使挡住佢哋对眼啊？呢条路就算我哋走多几次，都唔会认得嘅。呢班冚唪唥白痴啊！
你好中意扫地啊？为咗佢，我中意。咁你唔使唞嘅咩？为咗佢，我唔怕。你究竟扫乜嘢？死人嘅骨头啊！呢度冇死人骨头啊！而家冇，阵间有。啊！咁多英俊少年，为咗石观音，竟然甘心做冇生命嘅傀儡。如果唔系石观音，又点可以叫做石观音啊？真系估唔到喺荒漠之中，竟然有咁靓嘅花卉。呢啲花本来唔系俾凡夫俗子见得到。哦，唔通呢啲花系来自天上嘅？佢哋点解会咁噶？来自天上的花被人闻到，自然会是飘飘欲仙。身清风，尘沾不上心家，情牵得到此心中，来得安去也惬意，人生休说